那个时候我是看了他的一部电视剧，叫《新兵小传》，叫《Recruit Diary》的。我很喜欢他在戏里面的那个角色，所以一看了就非常的喜欢，所以算是从那个角色开始对他特别有好感。当然不是 first sight 啦，我这种高度对不对？至少要 do three sight， 他看到我才可以 love it， do three sight 吗？我喜欢他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很真，很诚恳。caring， 我觉得他非常敏感，他是一个非常敏感，然后非常细心的一个人。然后相反，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粗心的，然后他就。我觉得有弥补到我不足的地方。第三当然是他的腿了，因为我的腿都已经这样短了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是要找一个比较长的。我觉得他每天都很好笑，他每天都会有一些很新鲜然后很搞笑的事情发生。我们有一起做过很 funny 的东西，都是他在做。有一次我们出国，就是然后我们已经有房卡了嘛，然后很好笑，就是明明房卡是512，他就带头去502，然后拼命敲门，拼命 tap， 拼命开，拼命开，拼命开。他做过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在我生日的时候，他一开门，整个屋子、整个客厅都是气球，每一个气球都有照片。然后那些照片呢，都是我们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一些照片。而且他很细心的，那些照片都绑在我的 iLabel。所以我一看就看到很多照片，很感动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去爱你、疼你，我会给你幸福的，我一定会每天让你开开心心。我要跟他说谢谢你，让我每一天都可以在欢笑中度过，然后每天都可以让我开心一下。